有人一口气贷款买了16辆车，一个月光是贷款要付20几万，但是整个春节期间呢，生意归零，现在只能够被迫卖车还债。原先受聘雇的司机呢，也因为赚不到钱陆续离职，怎么办呢？大家都不知道，只好祈求疫情赶快结束。